我怀孕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？真的嘞。老板，走，我们这合作没法谈了，走。哎，一哥，我们老板啊，认识你很多年了，一直觉得你人啊很实在，也很努力。这不刚好今天女儿来了吗？准备介绍你认识一下。来，这一来也不影响你的工作，二来也不耽误你的终身大事。我的，对，女儿这么好看的呀？认识你很久了。哎呀我，这罗门这么大的品牌，要是能结为一家亲的话，那太好了。以后粉丝啊，穿衣服都不要钱了。那必须的。哎，我怀孕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啊？真的嘞。老板，走，我们这合作没法谈了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美女。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你怎么能陷害了我，认都不认识你？你误会啦，我是说我怀孕了，有没有适合我穿的羽绒服啊？买衣服啊？对呀、你不早说。你这样子，11月3号来我的直播间，当天31搞活动，正好像这种羽绒服，你不是要宽松的吗？你的肚子大，宽松的，像这种90的羽绒，100来块钱。100来块钱？对，像这种冲锋衣，2层的，里面还加摇粒绒的，这里面可以拆卸，也适合你这种运动型的，就是宽松的，100多块钱。哇塞，划算！来，你再看看这个打底衫，你看，这弹力很大，30块钱一件，啊，包括你身边，如果你老公要买像我身上的皮衣，这羽绒的皮衣，高档是吧？这衣型好吧？好，200多块钱。你看这鞋子，这鞋子好看吧？好看。罗门的，100来块钱。100来块钱。啊，当天像这种牛仔裤啊，都是几十块钱。这只有正好31搞活动，只有3号这一天有这么大的力度。那在哪里啊？就是搜索一哥的直播间。这么划算是吧？对。哎，这小伙子不错啊。哎，别走啊！